大家好啊，今天我来到了沈阳31中，接下来呢巴特勒也会来到现场。作为一个高中来讲，这个球馆档次我感觉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梦寐以求的，虽然说跟什么正规的 NBA 系列球馆比不了，但是你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边各种设施还是应有尽有。巴特勒的海报我尽可能右边那一张，我估计啊就是31中之前历史上应该是比较强的一代吧，反正这个学校呢篮球实力一直都很强。这是外边啊，我之前以为就是那个室内体育场馆里有人，没有想到外边人也这么多啊。这次呢是我第一次参加 NBA 球星在校园当中的篮球，说实话感受和在商场当中参加完全不同。因为校园嘛，青春洋溢，朝气蓬勃，在这块场地中能够感受到，或者说它始终散发的是一种对于篮球非常纯粹质朴的一种。今天又是31中的开学典礼，巴特勒呢也成为了第一个参加中国中学开学典礼的 NBA 球星，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义。用个紫砂杯，这紫砂杯确实挺上档次啊。刚才你看这校领导介绍，这紫砂杯来历非凡，据说是 G20 峰会送给各国领导人的，出自于大师之手。你看金巴特勒也是非常开心，因为旁边那个翻译给他一介绍啊，巴特勒当时就乐了，很上档次的一个礼品。巴特勒呀，我们知道这名球员他本身呢就极具励志的感染力，他以往的篮球经历一开始也不被外界看好，后来呢就是这样。在今天的演讲当中，巴特勒提到了就是之前自己怎么样经历了重重考验，跨过重重障碍，最终完成了自我证明。我相信听到这一切之后，现场小孩一定会备受鼓舞。巴特勒三代球鞋，这个鞋子真挺好看哈，尤其是这个黑色配色，非常符合金巴特勒这个硬汉的性格。现场发球鞋，领球鞋的应该都是这个学校的校队成员吧？因为你看这样啊，一个个确实有一种运动男孩的气质，拿个球鞋相当开心。因为巴特勒他不光打球厉害，而且这个精神意志注入到球队文化当中，我感觉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挺难得的一个小活动，这帮小孩儿个儿都挺大，你看有的跟巴特勒差不多，哎呦，甚至比巴特勒还高。这个，这是大中锋啊，接近2米1了，看这样。哇，这造型，你看，各位看这个造型啊，太好看了。你巴特勒在里边，这身高真是不突出，你可见。就这个高中实力之强，你看这平均高度，因为有时候高中比赛你平均高度高的话肯定是有优势的。哦，来一张大合影啊，太好了，抢个镜来，有个大合影啊，巴特勒自己拍的一个大合影，来来来来，看挤一挤，挤一挤，挤一挤。建立深度的合作，长期提供一些运动装备，尤其呢就是让自己旗下的签约球星来到现场与学生近距离互动，这些都是非常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篮球未来想要变强的话，想有发展的话，肯定得从青少年抓起，而李宁品牌在这方面不遗余力。同时呢，咱就甭管这些小孩他们今后到底能不能在篮球场面打出来，打进
球处于自己一片天地，但起码在十五六岁年纪能够近距离的与自己在篮球方面的偶像近距离接触了，就这份快乐，这是最真实的，这个好像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休息室，当然一会儿也是在这儿采访巴特勒几个问题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这学校篮球队的荣誉陈列室，你看各式各样的奖杯，各种冠军。接下来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环节的最后一趴了，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出现了一位，到我了，到我了，快到我了吧？应该都听过他的解说，哎，所以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羽山体育创始人徐静宇老师。哎，欢迎静宇老师。哎，徐静宇老师来了，告诉我们知名的篮球评论解说员，也是也解羽说体育创始人徐静宇老师现场也上巴特勒先生现场草稿两条，七月三十号来了，徐老师先跟大家打一招呼吗？大家好啊，我是徐静宇，这次能见到巴特勒呢内心当中非常高兴，之前你也不能说我不会单挑，但是我会的一般都是三角猫功夫，头一次啊得到高人指点，这次跟巴特勒近距离接触必须得学会几招，今后呢学以致用，我相信巴特勒先生他教我的招式肯定会非常实用，而且非常适合我。多问你们，徐老师有什么想对巴特勒先生说的话，或者在您的解说当中您认为巴特勒想对巴特勒说的就是他的篮球非常有感染力，我感觉目前当今 NBA 最硬的一位球员就是他，所以每次看巴特勒打球内心当中感觉我都会有一种坚若磐石之感，所以这种精神力量的注入让我感觉呢这就是篮球真正的意义，踏上赛场必须当一个真男人。shoot So you got to shoot the ball off this foot? This. With this hand. Hold it like this. Oh. 就像老师这招能顺过来。Yes, I'll be back next year. 也就是说明年再见到
这回线下跟巴特勒接触啊，跟我之前当中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平时看他打球，他打比赛呢，在场上与对手怒目而视啊，凛然不可侵犯，一副硬汉的架势。但是呢，到了场下之后一接触，发现这个人说话呀，多少有点细语轻声的，就你跟他沟通交流，丝毫没有障碍，不感觉任何费劲，非常舒服的一个过程。我之前还感觉跟他沟通，也许在线上他非常高冷，沟通起来很吃力，但完全不是这样啊。这可能说就是一个职业球员，在场上呢，他与对手之间再怎么争斗啊，那都是各为其主，在场上要付出自己的全力，为球队带来胜利。但到了场下呢，那就是回归生活了，生活当中是相当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这么一个人。就你跟他相处下来啊，就确实，如果说他中文说得很溜的话，那迅速就能跟我成为朋友，有这样一种感觉。当然除了对于巴特勒这个感受以外啊，这次还有一点呢也收很大，那就是他教了我几招。你看我现在已经来到球场了，接下来呢我就要练一练巴特勒之前亲传的我三招绝学，相信我在练完这三招之后啊，今后那我就会变得更加强悍，在场上呢硬汉风格也更加凸显，那届时呢实力就更上一个台阶了。抓紧时间练吧，再见了啊各位观众。